为了感念妈妈的辛苦付出，和平镇公所特别举办无还母亲表扬活动。和平镇长林根仁就表示，每一位妈妈拢有让人唔感觉感动人的故事，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带予这个社会温柔甲温暖的力量。和平镇公所举办无还母亲表扬活动，每一位无还母亲拢由镇长林根仁亲自颁发表扬状，并且甲全家伙仔做伙翕相。我们来给某位母亲来一个赞，来爱心。和平镇长林根仁表示，每一位妈妈拢有让人唔甘甲感人的故事，希望这个表扬活动拢能让妈妈一挂安慰。很高兴又到了温馨的五月份哈，五月份哦，咱早讲第二个礼拜是母亲节，那和平镇公所呢跟恁呢提早把。这个庆祝母亲节的节日呢，往前挪吼，就是要咱迄天和咱厝的呢，迄天母亲节是和厝的家庭来聚餐。那我们今天来举办我们暖心和美珍爱母亲哦这个活动。那今天在座有32位受奖人呢他拄啊呢，阿林伫迄本婆婆烧献一个呢，很感动吼，足侪是咱家母亲呢，早年就上楼甲咱的子弟带甲过了非常的好啦吼，夫妻同心呢，甲咱的咱家囝儿媳妇过了非常好，拢伫咱各行各业呢，我有看到内底啦。毛呢，咱的医生老师以及伫咱台积电的高管，以及嘛，还佫有伫咱伫演艺界吼，咱吴美玲这个小朋友的阿嬷嘛来得奖吼，这也是讲咱所有咱家的妈妈呢所付出用心来付出，才有今仔日呢这内底咱家的受奖人。首先还是要感谢我们镇长跟他的团队真用心，找一个这么有气氛的所在，给咱举办母亲节的表扬。咱婆婆想要把镇长跟所有团队谢谢哈。那也利用机会可以让我们跟家人好好的吃一餐嘛哈。那恭喜所有受表扬的模范妈妈，每一个人背后拢有一颗金刚明的故事。在咱里长因的推荐之下，工作这边伊得过审核，才有法度来参加咱的这个模范妈妈的表扬哈。所以实在是实至名归，大家给恁学习，婆婆想要把模范妈妈我吹起来。那我还是要在这边跟我们所有的乡亲报告一下。这个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哦，那个爱要及时啊，行善也要及时哦，行孝也要及时哦。那所以说，还是要鼓励大家多来关心妈妈，多来照顾我们的爸爸妈妈哦。那县政府呢，我们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关怀据点，也就是在社区。所以今天有很多的里长、理事长来，我会拜访哦。我们的关怀据点，如果在社区里面有空间的。那可以快点跟公所申请，我们社会处会下来辅导大家怎么样来做关怀据点。最重要的是要来永伟在地安养在地一点所会教哦。那你这几天，阮老林十几万做三天，四十几万做五天，九十几万都上亿级的人哦。咱家把咱的这个永伟教导，把咱的永伟安排课点哦。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拜托所有的公所跟所有的里长跟我们理事长拜托一下哦。在上台受表扬的每一位妈妈，面上拢充满着快乐，相信因的快乐一定是来自规个花仔伫伊心中的幸福。新竹话新闻李美宏何美采访报道。